每一个。哎，看我，看我流鼻血，你吸地板啦，赶快过来洗，哎呦，闹，都不能闹一下哦，脸那么烂还想闹，我看你这么可怜，他还逗你笑哎，你还敢说？老师，这是假的，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就在保健室休息。反正都放学啦，提早说走了。剩下的给你刷。无聊。哎，我要擦地板。怎么不给我？李诗雨，我要擦地板。我不拿来，拿来哦。李诗雨，你很欠揍。姐啊。二比零。哎。二比零。四秒。变态。我要。给我孩子，超糗啊！犯规啊！哎，李诗雨，你干嘛？李诗雨，你干嘛？那个来了，你要去哪？去帮我拿卫生棉。哪里拿？喂，教官室旁边厕所等你啊！随便就有啊，快给我！你先换新内裤啦。很贴心哦。除了我，不会有人这样给你内裤了，所以等一下电影就看你诚意咯。不要。哎，电影票才200块哎。变形金刚吗？对啊，我等超久的。可以不要看那部吗？不行啊，都说好了怎么可以？拜托啦。哎，上礼拜说好的，真的不看哦。好，你干嘛啦？好啦，刘明宇叫我跟他一起去看。你不会生气了吧？为什么不早说？他昨天才说的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会原谅我嘛。哎，卫生棉，下次再跟你去看别的就好啦。快点啦，卫生棉。不要。哎，不要耍幼稚。
都说好的，而且我很想看这部，你也知道啊。他就叫我跟他一起去啊。他叫你陪他看，你就陪他哦。我也叫你陪我看啊。好嘛，不然你跟我们一起看啊。先给我卫生棉啦。林倩宇，卫生棉啦。为什么你叫我做什么我就要做啊？那你为什么不叫他买啊？你这很幼稚欸，他男生怎么买卫生棉的？我女生就活该要帮你买卫生棉吗？他知道怎么买吗？他会买吗？你干嘛拿他比较啊？你是我好朋友，你当然知道啊。男朋友就不用知道吗？他知道你不用草本会过敏吗？好朋友屁用啊！不准喜欢我，你有什么毛病啊？自己最清楚，才有病。Thank you.